跳过来！
一二三，杨大哥都没有注意的，来，再来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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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跑点跑啊！一二三，一二三。
一二三，还是你要那个朋友调调啊？一二三，他们要涨停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过来，要跟着，要跟着，要跟着啊，要跟着，胡大哥，来，要跟着，兄弟。小心啊！来，媒体啊，我跟媒体朋友报告，里面已经被我们占领了，我们这里攻不进去了，请媒体转到里面去报道。那个里面很多人在偷偷逃喽，你也不要紧，你也马上逃喽啊！爱怎么送来讲啊？啊，我其他平台都不知道，大家还有没有赶快？用你的阿表，用你阿表。太精彩了。
转千里，移民转千里，转千里，移民转千里，移民转千里，移民转千里，转千里。反对国安，反对国安，反对人渣治国，反对人渣治国，反对人渣立委，反对。反对人渣治国，反对人渣立委，反对人渣立委，国民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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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对卖台协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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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止那个法，终止那个法，第十六条，第十六条，终止那个法，终止那个法，第十六条，第十六条，反对服务贸易，反对。反对黑箱协议，反对黑箱的协议，反对黑箱协议。立法院是人民的，立法院是人民的，立法院是人民的，立法院是人民的。混蛋！停止黑箱的，立法院是人民的，立法院是人民的。停止黑箱协议，停止黑箱协议。反对服务贸易，反对。戴方兴先生、张明佑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中分第一分局仁爱所所长陈文忠。奉分局长之令，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刑法，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刑法，请你立即起来离开现场，不要影响公众同行。请你立即起来离开现场，不要影响公众同行。我现在第二次举牌，第二次举牌。是是，解散！我现在第二次解散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。现在时间：中华民国1992年7月30号10:25分，反对服贸协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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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有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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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。我没有进去，我没有进去。国民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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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止不满意，停止不满意，停止协商，停止协商，停止黑箱作业，停止黑箱作业，停止那个吧，停止。第十六条，第十六条，第十六条，国民党滚蛋，国民党滚蛋，人渣治国滚蛋，人渣治国滚蛋，人渣立委滚蛋，人渣立委滚蛋，反对服务贸易协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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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服贸，反服贸，雇主权，雇主权，反服贸，反服贸。反服贸，反服贸，雇主权，雇主权，反服贸，反服贸，雇主权，雇主权，停止人渣治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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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对卖台协定，反对卖台协定，反对。
赶时间，为着你家己。是啊，是啊，为着大家，为着大家。大家加油啊！好。行，咱领导人来领导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咱来唱一条歌以后，咱有后一步动作，好不好？团结，团结，为了台湾。团结，团结，为了台湾。胜利无？有胜利，也袂全胜利，对无？对。今仔日是咱人民来公正的欢迎，咱要入去，对无？对。在咱们的土地。是。然后完成咱的公道。对。对无？对。咱要入去，对无？对。咱要入去，来各位，咱来祝人民全胜利了，咱就开始动作，好无？好。先生、张明佑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中正第一分局仁爱所所长陈文忠，奉分局长方亚林之命，你们仍然持续违法占据道路，影响交通。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暨南路立法院的侧门，你们持续占据道路，违反交通，
我现在第三次举牌制止，第三次举牌制止，希望你们停止违法行为。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02年7月30号10:35，10:35。你是执行的，为民众捍卫权益，不是违法的。叫喽叫喽，为民众捍卫，还要叫警察那里谁等啊？是应该的。不是，不要给他们塞的。台湾是自由啊！还要给警察那个塞的来。他那边行到去啊！排队安行。嘿，这是叫放那个大小。要警察，我唔敢行啦。嘿嘿嘿，要警察嘛是不得已的啦。这些人啊，要警察。站起，我们是维修道路，所以这些人啊，违法的无路用啦，那不够台湾啊。就是卖台，就是卖台湾，所以马英九是水母总统，人渣治国，对台湾人出卖，出卖台湾人，不要忘记他爸爸的骨灰，化毒建统，一统中华，他现在都完全这样做，台湾人以后怎么生存？像摄影的，像美发业的，像各个产业阶层怎么生存？所以。我们自发性的来到这里，要求进去旁听，他不让我们进去。立法院是人民的土地，立法委员是人民的公仆，派那么多警察弟兄那么辛苦在这边晒太阳干嘛？我们应该要进去，我们应该要进去旁听，我们应该要听看看他们会不会临时动议，又要提出黑箱作业的服贸协定。谢谢。应该说他们昨天自发性来留下来，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应该要进去旁听。那你们是透过什么方式来？就是在那边请，直接请出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另外一起移民的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对。来，警察要拘留咱，咱走路是自由的对吧？对。这路是咱人民的税金对吧？对。咱有加款好不？对。赖方敦先生、张明佑先生，你带领的群众持续在立法院正江跟侧门影响交通，影响交通，然后进出。我们现在将引导你们离开。你先签完对服贸协定。是。加入其他的主因对吧？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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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嘛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你要求你二位，我爱提出第十六条。对。那我对赔偿作业，对吧？对。我对不冒险力，对吧？对。我对。Thank you.
第一组的学长回去了。好，谢谢。起来，自己往青岛西路的方向前进哈，谢谢你的配合。那为什么你不配合我们？谢谢。请说，你那个记者们，我那个先生，警察先生，为什么不配合你？不要谢谢，干嘛？小姐，你不要火气那么大好不好？小姐，好，请你注意安全哈，请你注意安全。哦，你不要影响我们警察执法哈，谢谢你的配合，各位小姐，你不要激动，小姐你不要激动哈。先生们应该很开心。好，请你慢慢往青岛西路方向前进哈。小姐，小姐你不要激动哈，小姐你不要激动哈。有你们在，我都很安全。小心，慢慢走，没关系，不要激动哈。你的同伴都在青岛西路那边了哈。没有同伴啊，我们就进来。同伴，我们就拉我几个形象。说话算盘，请到前面。只要是台湾人。我没啥，我正式的吧。那我扶你过去啦，你够勇扶的，你都敢勇气喂。你过去那边休息啊。我喝个水。好，你喝个水，慢慢喝。你有看到这边吗？好，你休息一下啊。我说话算话。好，休息。出来了，我不会再上进去。不用怕，太紧了。你们是担心你的安全吗？谢谢。就小姐说她喝个水，等一下就走了，哈。那个前面那个来协助一下，来另外一组到前面去，然后这边留那个。先台上在弄到旁边休息来，那个学姐弄到旁边休息，换这个车大家。
心姐也要扶起来，让他坐椅子，来坐椅子，他让美人，让大家好了好了，坐这边，坐这边，来，再三分钟，再叫一啊，叫一啊，好不好？交到位啦，来边啊，对来边啊，对来，来，这个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吧，对呀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站在哪边啊？好不好？站对了，你去，你去交到位。我们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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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？先出去，让病人先出去，让病人先出去，让病人先出去。
人渣立委，人渣立委，人渣立委，国民党人渣立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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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是反对人渣治国，立法也是人民的公道，我没有听错的吗？什么？店铺一半的警力给庄经理，你带一半到门口支援那一个现场。全台北都支援吧。对，现在留一半。到处点火，看你们要到处点火。你别遇到，你别遇来，你掏钱嘛，你掏钱来，别人家来。不能吧？不分得吧。好，那个明灿带到前面去，这里我们台里组多成两组，好，其他人，边那边都有，那边一边，好，一边一边 ，OK， 好，一边一边，这样。老米就打卡。就是要让这个声音，要让国际媒体、国内的媒体都能够了解。这边因为本场没有时间发言，所以我们这一群民众自告奋勇，在我们这个年纪奉献给台湾社会，替我们基层的民众来发声。如果我们不发声，都不讲话，每件事情都照马英九的意思去通过，台湾就没有希望了。台湾慢慢的就会变成香港化，变成吐蕃化，最后就变成中国的奴隶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人，包括我们未来的祖孙，都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们都是自由的。有立法委员是人民选出来的间接民意代表，是人民的公仆，院长更是公仆的公仆，他是要服务立法员的。所以重要的法案要审查，人民有兴趣要来旁听，如果旁听席座位不够，应该广深广设旁听的设施，要搭遮日棚、遮雨棚，让民摆桌子、摆椅子、摆茶水，让民众有意愿来到立法院的广场来旁听，装闭路电视，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立法院里面到底在搞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要行使直接的民意，就是用这样子。只要这个黑箱先打破了，台湾的社会的光明就慢慢的会自动来到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黑箱，为什么他们在审议很怕人民知道？没有什么道理嘛，对不对？人民纳税就是要争取知的权利，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。所以我们就是这一次一定要勇敢，不管他用什么铁条钢索把铁棉全部都锁住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铁棉推倒。这是台湾目前的铁幕，一定要推倒。我们一定要至少攻占立法院的广场啊！即使犯法被他抓去关都在所不惜，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！你可以说我们已经活得不耐烦了，做奴隶已经做得不耐烦了啊！就是要争一口气，为我们的子孙，为我们自己啊！所以辛苦这些警察朋友了哈、啊，陪着我们晒太阳，大家辛苦哈、啊，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我身上因为已经抗争第二天，名片已经用完了，哦，改天再补你了哈、啊。哎，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、啊。赶快补充水分，我们的警察弟兄也快要晒干了哈、啊，让他们也可以休息。下午再来了哈、啊，下午再来，啊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希望你们可以轮班呢、啊，我们是没有班可以轮，你们可以轮班来啊。立法院这个铁幕一定要打破，一定要打破啊！我们现在正在等待台湾人民的回应呢、啊，啊，到时候人民来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的警察朋友可以看清楚，跟人民站在一起，走同样的方向，
打破铁幕，打破这个黑箱的立法院，台湾人民的未来才有出路，才有前途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哈，大家拢出来啊哈，拢平安出来，不能受伤了哈。太教授了，他不是。来，谢谢了。你快看，进不进？来，加进了，进不进啊？进不进啊？你听啊，就明天了，就明天了。警察跟犯罪人是握着手就那么怕，可见你们的头子那个马英九多恐怖。警察是人民纳税的，是保护人民的，不是保护这个暴君暴政的。握个手都那么害怕，这马英九王八蛋，共产党你会